食咗20多30年咯。20多30年。十幾歲開始喺度食啊。嗯，但係你哋住九龍城嘅喎，都特登過嚟。係啊，差好多次牌噶咯。為咗碗面。係啊。咁你自己覺得咧，拆咗可唔可食啊？少少咯。嗯，點解嘅？因為咁拆咗，咁啲人咪睇唔到咯。